哦，应该不好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都很多圈，应该很难学。对对对，所以音乐是无国界，可以让大家学习各种语言，就像我们听英文歌一样，很快就可以学到很多英文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哎，谢浩，哎，怎样？你知道香草铺满整个天空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想一下，哎，我想到了，那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一种很舒服、很放松的感觉。是很香吗？哪会香啊？不香吗？怎么香草天空？不是因为香草有个香字，它就很香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如果叫臭草，会很臭吗？那就超臭的啊。哦，好吧，你下次自己静下来好好想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欢迎香草天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这边唱吧。刚刚不好意思，上半场那个真的噎到了，然后变成哭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然后其实这两个礼拜发生蛮多事情的，就是从评鉴开始，我们就忙碌，然后还有惩罚。我觉得就是你们看到所有工作人员都很辛苦，就是有这么一段表演，我觉得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然后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来捧这个场，然后非常感谢，除了感激，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。留不住了。好啊，开始。
谢谢。